小心笑话十。爸爸，您不是换了个手机号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没记住，老板最后一个数字拨错了，哦，谁接的？是一个小女生接的。我开口就叫爸，她告诉我打错了。然后呢？上次拨错是一个月前。今天又拨错了，我刚叫了一声爸，那小女生笑声很怪，问我为什么都一个月了，还没找到你爸妈，我真的好尴尬啊。小心，你连个手机号都记不住，除了吃，还会什么呢？会饿啊。今天放学回家的时候，看到几个人正打我朋友。那你有做什么吗？当然，我冲上去就解决一半。你是怎么解决一半的？他们五个打我，五个打他。难怪全身都是泥土，还骗我说去帮乞丐做好事。我没骗您，真帮忙了。怎么帮的啊？有个乞丐端着破碗，走到我跟前说：“求求你，帮个忙吧。”我看他手一直在抖。于是，帮他端了一会儿。那他是这个意思吗？